8.6，大家安安，感谢爱心。昨天没有闪鬼，今天来，那希望今天可以顺顺的啊。最近网络比较不稳，昨天甚至也不算是网络问题，就一半一半啦。昨天是 OBS 莫名的各种崩溃，对，希望今天可以顺顺利利。然后我有联系中华的，明天会来 check 看看状况，所以希望都可以顺顺利利啦。那上一次呢，我们打小要塞打了一半，看起来就是要进洞，好吧，没问题，九起，对啊，昨天没闪鬼，所以今天晚安。いかなる時でも乙女は臨戦態勢でないと。迎战准备哦。欸，他这里没有，可惜。黑兔说：“到底说什么？”君たち、もう少し集中してくれ。要穿上必胜服装。看完闪一再看闪三。画质差太多了吧？是吧？我就说闪鬼一跟二的 3D 建模跟闪鬼三真的是巨大的差距。看闪鬼一跟闪鬼二，你甚至会觉得是十年前的东西。我自己的感觉啦，对。好，那我们 charge 是很满的，毫不犹豫。直接开战啊！这上次都侦查过了，所以我们只需要双双打就可以啦。对，双双打 ，CP 不多，那就是普通攻击。今天也是闪鬼时间，收刀。所以这里就绕一圈，其实他也变相的也只是一条路而已。又来了大螃蟹，不应该直线走的、啊、你看，螃蟹，哎、欸，我怎么不能用 charge？ 我刚按了。有，你是螃蟹还直线走？没水准。次元冲也侦查过了，好，全部都侦查过，砍就对了。你们 BP 都没有再回了、欸，希望等一下可以多回一点。五月第三，有 wake 他们就可以爽爽打了。硬拔剑，有了。左撇子螃蟹，可。不知道怎么看怎么爽、啊。BP 终于加了，来个剑舞一下。下。好，你砍的。呀，他的血不多了。走，对啊，没办法，还是需要靠我。斩，过啊！啊，你看这剑舞，爽。今のはドンピシャね。嘿，お疲れ様。还记得上次直播完，人家留言就说
都已经快要忘了他们本来的服装是什么，还以为这才是正确的服装。真的都习惯了。但是又很棒啊，这个服装。那等一下 boss 之前换回来一下，打完 boss 再换，换到现在这样。是我们有其他路？有欸，这边应该是拿宝箱的，直走就是到更深处。Charge 哦。上次有你吗，大猪猪？有，他们有连线。那个猪猪猪也打过了。比较凶一点，把他 CP 不多了，温和一点。直接斩爆你们这些臭猪猪！他的 CD 也会好快，是吗？CD 最少，敲的，呵呵呵。砸全部，哇！对，那猪小后，被空宅，没事、啊。哦，还麻痹了，麻痹猪猪。过。哎，对，二连战。冲上来，感谢礼物，谢谢。没有没关系，什么谢谢？哎，一个 miss， 你怎么了？这不是我认识的你啊！哎，有时候结晶回路，换命放那个命中也是还蛮重要的，就不会有这种 miss 的状况。你想想看，你增加攻击力。加 10% 的攻击力，对不对？但如果你十次攻击有一次 miss， 那意思是一样。那你十次攻击就有两次 miss， 啊，那就很糟糕了。哦，各种升等。你喜欢麦块，都有同乐时间啊，你同乐时间要来啊。礼拜五都有观众场，又在那边来，心跳加速，这也太长了吧！这根本无需做这么长啊，而且只是为了拿个宝箱，要走这么遥远的路，让人觉得很累，对吧？我们。好啦，先不管了，先走到底，都走了就走了。我们刚直走应该就到深层，在这里纯粹是拿宝箱不打。绕到哪？绕来绕去，不试试看全妹子队吗？我们哦，因为那个啦很好用啊，库尔特的那个刷刷刷还是蛮好用的，而且库尔特要跟优娜在一起啊。哎，臭螃蟹，我们要先打到左边的箱子才有 charge， 所以需要那螃蟹离远一点，这样我们才有机动性。よし、私の番です。はい。有特地换上黎恩，就是因为他的出招比较快。
没问题，斩爆你们！差点弄错，好像打不到后面那只。勇猛，碎击，连续，猛攻。海洋神之枪，哇！螃蟹很硬。再来一个剑舞。看，靠库尔特就可以赢了，现在多爽快啊！库尔特的剑舞只要30，李恩的要100，真是差距非常的大。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玩一下，生气合一，也是二连战。嘿，足够的时间让李恩多回 CP。站起来了！僕の番だな。行くぞ！突撃時、劣化！僕の番だ。必殺！普通一斬！続けてきます。好，可以尽情的使用哦。必殺率50%。打ちのめそう！クレイジーハンド！有暴击吗？啊，有暴一个。哎，想打后面有。有暴击吗？有，有暴一个。哇，剑舞副作用。这个虽然他血少，但是打了他，黑兔就可以近距离打这个，有没有？计划之内，无伤解决过。やったじゃない。各種ステータス。悪くねえな。成長しちゃいました。ハスハス。お宝じゃねえか。治愈术 SR， 感觉还不错。这应该是方便我们快速回去的路，就不用再爬刚刚的通风管了。哦，这里打开，所以刚直线走应该也走不过去。对，就是一定要过来。あとはほとんど一本道だよ。根本从头到尾其实都是一条直线。就他路设计的很坑，但是其实你就会发现其他条路都不能走，你就直直的走，触发机关直直的走，触发机关直直的走。我也不知道啊，总觉得这种地方没什么必要性呢、啊。就这通风管啊，你看他如果要触发那些趣味的剧情，就不用设计这么长。设计这些真的是就够醉耶。好，这样就可以直直的走了呀。九九，哎、欸。